师傅的花生米也，他平时喜欢喝两杯的，这个下酒安逸得很。我们直接冷锅下油，锅下点，锅下来把花生米按到了哎。我们花生米直接给它冷油下锅，好，开火。常温呢，全程小火慢慢的翻炒，你要翻均匀了。大多数人都喜欢吃那个花生米哈，但是很多人说来，要么都是不脆，要么都是苦的。真的把那个说花生的好心来学到，回去给你老早说几回。连他酒里喝高兴了，菜你都要给你减一半。我说到那个花生米有明显的爆炸声音了，再等个两分钟就可以捞起来了。你看一下，哎，我们说成那种颜色就可以捞起来了。好，我跟它摊开，等它冷结。到你冷了之后，就特别的酥脆，硬得很。稍微给它上会热哈，等它冷得快一点。你看那个放凉啊都脆了，嘎嘣脆。这个下酒坑坑得很，快点给你老子弄点去，连那菜你不给你收了，你来找我。